8月6号上午，家政保洁员夏淑春开始了一天的入户保洁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夏淑春曾滞留家乡3个月时间，返京后短暂复工不久，又受到新发地疫情影响而断续停工。如今随着北京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她的工作重新回到了正轨。今年有好几个月吧，在家里一直耽误着不能复工。现在我们已经复工了，我们觉得心里特别的开心。防护措施现在做得特别好，进门消毒，门上的手把我们都可以做到。现在打电话吧，就过着我们那个在北京多长时间了，核酸检测没有，对我们的健康特别那个关注。雇主苏阿姨今年74岁，已持续雇佣入户保洁超过10年时间。她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家政服务停工，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保洁得有半年了，心情挺好的，也不用自个儿干了，因为岁数大了，有好多地方又怕危险干着。保洁来了都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穿着鞋套，他们都弄得挺好的，对他们也是保护，对我们也是保护。家政保洁员夏淑春的复工是北京家政行业复工的一个缩影。在北京一家家政公司里，记者看到家政员们正在进行课程培训。该公司总经理介绍，目前公司在疫情期间暂停的各项业务都已恢复，家政业务订单量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市场需求也在持续升温。订单量基本上现在是已经上来了，从刚性需求来讲啊，就是一老一小的，我们觉得达到90%、95%以上了。那么但于对这种家庭餐宴或保洁类的，这个量还是有些小啊，基本达到去年的同期水平了。那最近呢，就需求明显就上升了，那么大家的信心开始恢复了，那么特别是近几天啊，感觉恢复还是比较快的。李杰璐说，因上半年家政行业受到疫情冲击，公司在复工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接下来公司将延续疫情期间开发的线上业务，通过创新手段来降低成本，加快回血。这个疫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企业来讲呢，应该这个下降幅度应该在40.78%左右。困难还是比较多的，就来自于财务上的资金上的压力，还是要把精力啊，要抽出一部分精力来做一些创新，比如说线上的培训啊，或者一些这个线上的面试环节。我们还开发了一些这个一些体温的监测的一些小程序，因为家政人员特点流动性比较强啊，通过各种的创新手段啊，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据介绍，目前北京市新增家政客户和家政服务员返京人数都在逐步提升。截至7月底，北京市的家政服务公司复工率已达到95%以上。做家政服务这块呢，从这个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以后呢，新增的家政客户和新增的家政服务员返京的人数现在在逐步的在提升了。同时呢，这个客户和家政服务员的这块呢，匹配成功率也很高了。北京的家政服务公司呢，从7月底就是这个复工率啊，达到95%以上了。从整体的业务单上来说，也有很大的提升呢。这也加强了家政服务企业呢，对这个日后的这个经营和服务的信心。